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视频，我是 CC。 今天我们在玩这个模拟城市五，或者说模拟城市。天哪，你们的那个回应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所以我打算继续做下去。最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你们想让我继续做下去，所以你们的支持呢，是我做下去的动力啊。那么我们先开始吧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进入这个世界。如果你不知道之前几集是什么的话，你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，然后有个 CC 游戏之夜，然后那个是第一集啊，所以这个呢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，之前在游戏之夜里面。然后上次呢，我记得我们做完那个公交车站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了，好像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好的，我们又回到这个迪多绿里面了，然后有很多建议啊，这些建议呢，都是说我做的很烂，然后好像也没有说我该怎么做，就说我弄得很烂，所以有个建议呢，是他们让我做这个路，这个叫什么路？叫什么弧形道路？我先看这个路是怎么弄的，我不知道，这要怎么放？这样吗？等一下，我这太吵了，交通太拥堵了。好，我要怎么放这个路呢？他不说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这个路。我点了没有用，这可以放吗？哎，怎么？我是不是忘了怎么建筑了？不科学，是这样吧？我都不会建造道路了，已经。不，这我点了，我没点。好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好的。所以弧形道路要怎么建造？好像这样子。好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，这样连接到这里哦。我看会不会有人这样走？会吗？的确，他们都这样走了。非常棒，这样应该可以缓解一些压力。然后我们再看，你看这道路上现在有人了。然后我们再这样连接过来吧。这样。不可以吗？太接近交叉口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弄。这样可以，好的。强迫症。好的，所以这样应该好多了。我看起来没这么好的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。角度太小，看一下，这个打过去算。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升级这个道路啊，升级这个道路变成什么？还有电车的，有电车大道，我不知道是可以干嘛，我就觉得好玩，而且浪费很多钱。是啊，哪里有电车？我们没有电车，所以哪来的？算了，可以降下来。好的，降下来是免费的，升级是要钱的。好的，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是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然后我们要做的呢，就是我们要做什么 Omega Coast 那个超级巨塔，因为这个实在是要太多住宅区了，然后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方法，对不对？因为 这住宅区浪费的土地太多了，你看这整个街道全是住宅区，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巨塔，然后可以缓解住宅区的压力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生活还不错，我要存钱购买更大的房子。哇啊，不是警察局。对，他们为什么不买更大的房子？他们为什么全是住别墅而不是公寓？我就搞不懂了。所以我们可能要提升什么国民的教育，不是城市民众的教育，不是国民。每日死亡人数10，在一个6795人的城市里面，每天有10个人死掉。我的天。好的，这挖矿到底可以干嘛？不知道可以干嘛，真的不知道可以干嘛。让我们看看这个垃圾处理厂怎么样，垃圾处理厂还可以。然后我们要做那个什么 Omega Coal， 要做一个工，要放做一座 Omega Coal 工厂，我不知道那个该怎么做。采矿吗？采矿应该不是。他说什么？库存已经满了，挖掘工艺已停止，因为没有存储处可以用，增加一个车库，以传送资源出去。所以我们可以放什么车库吗？这叫什么？是这里原矿车库是这个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反正就放下来吧，放四个。好，放四个应该放满了。现在呢我们可以干什么？已满，引导我，还可以引导我。好了，引导我了吗？你们引导我，他告诉有这个，然后呢资源获储已满，所以呢，我先把这个一个标志放下来，可以放哪里？哪里都不可以放，算了。所以他不告诉我。他说一个增加一个车库以运送
对你引导我，叫怎么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到底可以用这个干什么？我们到底可以用这个干什么？不，你为什么不引导我？好，然后呢？这可以，开伞也可以被使用，当成礼物在全球市场销售，正在伟大工程的资源。使用或贸易仓库或港口，已在全球市场销售资源。当地的产业可将资源送往金属的客户。挖矿会增加城市发生火灾的风险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怎么送出去把这个东西？贸易啊，贸易好，这里有个贸易仓库啊，我们可以弄贸易。好，我们这贸易要放哪里呢？就放城市的边缘应该会好一点吧。啊，我们就放城市边缘。啊，当然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放哇，可以放这么多东西。这什么？煤矿采集地。这什么？原油采集地、货运仓库，有点厉害。金属采集地，然后合金。哦天，太多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可以把东西送过去了吧？那个矿物，他说什么？有了这个，我们可以全球市场贸易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有更多钱了，应该。我看一下他有没有送东西过去，应该现在就可以了。他有在送吗？看上去不像在送。哎，这有人说话，叫什么？整夜派对。会产生垃圾。当然，25000块钱，在时间什么？在时间到之前收集250桶垃圾。为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吗？啊，他说什么？啊，他还在招聘中，对，还在招聘中，所以没有。好，这是什么矿车吗？这是矿车吗？停。啊，这是货车。啊，这就是从那个工厂来的，应该。对。哇，现在有多少个？5.4箱的货物，管理全球市场出售，增加储存地段。好的，增加储存地段。OK。增加什么货运仓库吗？这个吗？储存地段啊，原矿采集地。好的，放这里，应该就这样。然后我们可以管理全球出售，我们可以出口啊原矿，我们可以出口原矿，每十个就7500块。哇，每十吨吗？我们可以生产17.8吨每天。我的天，我们可以赚这么多钱哦，真的！快点，进去，快点！好了，有东西来了，有吗？我看不到原矿。我们这里在卖东西吗？哦，真的在卖，有10吨卖出去了吗？我可以看我们钱在这里，现在是4万。他会卖，他什么时候卖？每天卖一次吗？哦，卖出去了！我的天！我们可以赚大钱了，我们可以赚大钱了，真棒！我们是挖矿达人，哦，太棒了！你给我挖的努力一点，给我继续挖，把这里全挖掉，谢谢你。好的，我们可以添挖这么多东西，20吨原矿，啊，这是存货，当然我们要送出去，送出去，好，这里也要加。这个叫什么？啊，原矿储存地。好的，就这样。好，有40。我的天，这货物是什么？这货物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可以啊，对，好，这个是啊，就原矿应该。好，250桶垃圾，我们又有钱了，真棒！我们看那垃圾有增加多少吗？继续扩建他们的工厂。对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看这个了，也没多少，真没多少。哇，这工厂变得大了，有点厉害。为什么这房子就不变大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我们看，出口原矿给我们带来大量现金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原矿，哇，太好了，成首座大公寓，开始建造。他说，好的，我要学习如何增加建筑密度。好的，所以我们点击这个，然后打开什么？
哪个？这个吗？哦，好，扩张进度，准备好扩，点绿，点击去，这什么？准备好扩建的建筑会有绿色的显示列，若建筑沿着建造道路不能支援，打开道路菜单。不同的街道支持三种建筑物的密度，但有四或六线道，更宽阔的道路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升级的吗？升级道路，因为使用正确的道路，所以我们要升级成啊，所以我们要升级道路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样很简单啊，没问题，升级道路，没问题。这里都升级道路。好的，别墅。哇，这里没有，还没变大，应该会变大的，希望它变大。这里也是。我要摩天大楼。啊，太棒了。哇，这是摩天大楼吗？哇，他们在建什么？哇，你们在建什么？哇，这么大吗？哇！天好，我们就等它建好。哇，这么大吗？天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先不去看它，我们看我们这工厂怎么样，可以赚多少。啊，天，太好了。它什么意思？每日收集的垃圾桶数有这么多。啊，我们好像要饱和了，貌似。所以我们再放一个下来，所以很多人说我把很多建筑建到了矿物的地方，所以他们，哇天，这么多垃圾啊！我的天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在道路上，放到这里吧。对，哎，不，我们其实拆掉，哇，会造成地面污染，我才不管。好，我玩这个游戏好像有点烂。好，我们先编辑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加什么？我们可以加垃圾处理厂，放这里。对，再放哪里？重叠，到底可以放哪里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。垃圾车车厂，他没说可以放哪啊？可以放这里，垃圾车车厂。然后没地方可以放了，垃圾焚化厂，放一个。好的，这样我们垃圾都被焚化了。就好多了，应该。最新效怎么了？龙卷风啊！龙卷风来了！龙卷风，不要做一些事情，停下来！不，该怎么办？不要过来！求你了，不要过来！不要！不要！怎么办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？往那飘！不要把我工厂，给弄掉！求你了，不，可以把碎东西给你，不要把它给弄掉！我求你了！不要，快停下来！停！不，不要！我的仓库，我的钱！不要，你往哪儿飘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往这啊。好，他往这飘了。哇，我的天，两个救护车没了。我的天，这是灾难，这不是灾难吗？这当然是灾难。不要往房子，对，往那儿飘没事。你继续，只要我的仓库没事，一切都可以啊。这个车是，他没事，给我造什么孽？吹走十个人，好，结束了。没飘走什么，激动什么？真是什么都没飘走啊！他说什么？哇！那个矿城主任，我不希望因为我叔叔事业版图的扩张而完全忽略了安全的考量。自然安全局啊，当然自然安全局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挖矿啊，这又怎么了？这城市真臭。好的，应该怎么清理？怎么样？我们应该弄更多垃圾车，好，更多垃圾车，放这儿，还要吗？可以放这儿，好，应该可以收集喽。
好，我们要怎么增加安全局？我的天，我觉得总有一天我们要重新开始了，因为我们做的实在太难了。好，安全局，安全部门，在市政府添加个安全部门。哇，升级了，升级是几个意思？我可以增加一个安全部门。哦，财政部安全局，安全局就放到后面。没有足够的什么？哦，没有钱了，我们。天，供水短缺。啊，我的天，怎么？啊，我的天，怎么这么难？这个游戏。啊，天，好的，供水短缺，电力短缺。我的天，我觉得，哦天，供水真的短缺了，我得再加个水抽水站。好，水，这是什么？抽水，雨水，高科技，这可以产生多少？这样更厉害一点。好，就放一个这个，这样好了吗？然后供电站，我们看我们的供电站在哪里？我们的供电站，这个，对，这是我们的供电站，这是风力发电厂，所以它没了，我们就要增加更多的这个横向发电厂，对，这样会好吗？啊，有人在示威，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示威？我干什么了？我不明白，人们在抗议，没人收垃圾，我不是增加了好多垃圾处理厂了吗？我的天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收集垃圾了。难道是因为堵车吗？我弄了很多垃圾处理厂，还是接近饱和的状态，没有足够的魔力币。天，我都缺钱了，已经，我都开始缺钱了，快，怎么办？加税收。是。谢谢你税收。啊，天，我们怎么办？我更多矿物，我求你了。矿物呢？需要水。什么叫需要水？你们工作不了。我们有水了。你竟然还需要水？没有足够的模拟币。债务。25。是。接受。对，我需要钱。别质疑我。为什么你缺水？为什么就你缺水？我不明白。我不明白。开关。好，别告诉我你需要水。啊，你为什么需要水？需要电力故障。电力故障是几个意思？这又怎么了？好。稍后询问，谢谢。我们有水了，我们水又饱和了。天，水都去哪里了？我的天，水呢？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水？哦天，肯定是因为我们城市发展太快了，有太多人进来了。啊，天，就是因为这个，然后跟不上，什么都跟不上了。哦天。我的天呐、啊！我们发展的太快了，结果什么都跟不上，怎么办？我们把这个拆掉，我放大型的下来。大型的放不下来吗？谢谢，放个大型的，我还要放个大型的，我不能放大型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不哪里都不能放了。好，真好，真棒，放。我就不能放了啊！完了！我觉得我们要破产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要破产了。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破产了。再放个风力发电厂，不知道该怎么救自己。关闭。为什么就你没有电力？为什么所有人都有电力，就你没电力？你到底需要多少电力？疾病？为什么？
门一开，然后又关了。城市需要电力。钱，债务。要下支付啊不？谢谢你，给我更多电力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不要让我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电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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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再没电我就完了。你有电了吗？人们在抗议，没人收垃圾啊！天，这里呢？为什么你需要电力？你是我唯一财产的来源。为什么你没电？为什么这是 bug 吗？别告诉我这是 bug。啊，运作中，谢天谢地。好的，我们再。别告诉你有什么问题。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好吗？快点快点，卖矿！人们需要电力。好，谢谢你。人们不需要电力了。又怎么了？污水又怎么了？好，啊，天啊！为什么我们要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们完了。我们现在，天，这个城市不能再玩下去了。说实话，观众们，我觉得这个城市不能再玩下去了。对不起，但是我玩得很烂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玩这游戏，然后我玩得很烂。对不起，这城市它不能再下去了。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会重新开一个城市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但是，我们先试图拯救一下这个城市了。我的天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污水太多了吧？为什么有这么多污水？我，你们屎这么多吗？天，对，我觉得我玩不下去了，对不起，我玩不下去了。我们开个新的，对不起，